紧哦，然后直接帮你遮覆。这次的肩带是比较外宽的这种大方形的肩带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肯定就是舒舒服服的，所以这个不论你是丰满不丰满也都可以驾驭哦，整个肉都在里面啊，你根本就看不见什么，腰的部分也不会过度紧绷哦。好，然后呢你看弹性超级大的，这个小孕妈咪你有肚子都可以穿上我们居然家很漂亮的连身裤，格纹的话比较挺一点点，挺一点点，绿色的话比较软一点点，差不多。外观我不跟你说，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，屁股啊是完全看不到你的屁股在哪，所以它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内裤痕啊屁股的问题，然后它的宽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驾驭的宽版。如果呢你呢家里没有绿色，我当然先推绿色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经典长青款的话，我觉得格纹是最佳首选。